OK， 现在胡须将开始要录影，这段影片将会上传到 YouTube。现在要教同学，我们把法规资料放到 Google Blog 上面，可以加文字，加这些东西。我们已经要跳脱纸笔，哎，这边是同学们的情况，他们直接就这样抄笔记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上云端了。